男人小心翼翼地将吸管插入烈性炸药硝酸甘油里，而后嘴巴用力一吸，紧接着他将吸出来的硝酸甘油吹出来，而这一切却是为装了100公斤硝酸甘油的车辆炸开前路。下一刻，他小心地将引线拉开，而后直接用力一拉。 前方灰尘顿时随着爆炸铺天盖地而来，紧接着老白跟哥哥光头一样来到了原油化成的河边，望着前方的车辙印，他知道哥哥他们的车辆过去了，于是满载100公斤硝酸甘油的货车就这样开入并不平坦的河床上。随着惊心动魄的剧烈摇晃，车辆终于上岸。紧接着两人似乎看到了蹒跚路上的队友车辆，看样子他们即将抵达。可就在两人刚要松一口气时，独自驾车的领队老六却忽然发现车辆的档杆居然失灵了，他顿时大惊，于是，在蹒跚路上猛然一踩刹车，下一刻满载100公斤硝化甘油的车辆直直的向着下面俯冲。 下面的老白望着这一幕，顿时悲伤不已。难道自己的哥哥死了吗？可是下一刻，一道原住民的声音响起，而他居然说这里有人受伤。两人连忙去查看，竟然是哥哥光头。原住民告诉他，他是被他同车的人打伤的。两人顿时意识到刚才爆炸车辆上的领队老六真是罪有应得。接着，两人连忙扶起光头，继续前进。时间只剩一个小时，如果他们来不及赶到那里，那么一个小镇都会被爆炸摧毁。可是当老白赶来，却忽然发现自己的女儿竟然被白姐的人用枪顶住了脑袋。老白顿时懵了，没想到白姐却说本来要空运过来的钻井队被暴徒袭击。 全军覆没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开着装着硝化甘油的车冲到采气井里面，而如果要救出自己的女儿和媳妇，那么老白必须这样做。老白无奈之下刚要同意，却不料，原来是刚才被救下来的哥哥光头。紧接着，光头看着弟弟回到家人身边，似乎心满意足，而此刻的采气平台也到了万分危机的时刻。 于是光头流着泪发动了汽车，下一刻他缓缓地向着采气井冲去，只有这样他才能挽救一个小镇的人。下一刻。 随着爆炸结束，采气井上的火焰顿时消失。有哪个同学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？